朋友们，大家好。那天我买的就是一个整一个后秋，我想给它灌火腿肠，灌那个风干肠，结果呢，我也没找到灌风干肠的这个地方。后来呢，我就觉得还是自己灌吧。你看，那切了满满的一大盆子，里面放的料酒，一瓶料酒。一斤白糖，就使劲往里头打，这里头往肉里打，里面放的白糖还没有放咸盐，咸盐不能多放，放点就行了，因为就那么吃咸的不好。我切的是块儿，这是大蒜，我把那个蒜呢，给它拿那个蒜臼子，给它捣成泥状的，到时候我放到这个，这个是葱姜调料，我把它这个水泡的水，我给它倒进来。我戴上手套，使劲打。我这里头又放了点酱油，我现在打了有好长时间了，看我把这个水，基本上那个料水都打到肉里了，这个里头，按理我每回我都没有放淀粉，今天我放点淀粉吧，就放这一点，放一点，玉米淀粉。我灌了这些了，就是没有蒜的。这会我把这个蒜搁进来，搓一下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还是不用说，你不用干了，我真拿我怎么说？不用干了，我就不用说。我看到所有的。
说他想要和窗玩呢，这意思挺麻烦的。绳记一下，做完的灰尘也给它这么亮了，一看一亮也没有多少。